加密之王，币基的崛起、危机与加密经济的未来。杰夫·约翰·罗伯茨。第一部分：从公开的秘密到内战。第四章：萧条。一个清冷的早晨，太阳越过旧金山东部布满橡树的山丘，缓缓升起。这一天是二零一四年的元旦。就在这一年，喜剧演员比尔·科斯比爆出丑闻，颜面扫地；珍妮特·耶伦受命成为领导美联储的第一位女性。 放眼海外，一个名为伊斯兰国 （ISIS） 的恐怖组织正在崛起，与美国相持不下。而在美国国内，一对同性恋情侣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获得婚姻权。在硅谷，技术投资者将首次投资给了一家名为 Casper 的盒装床垫公司和一款名为 Slack 的新奇办公软件。福布斯杂志则把主营约车服务的优步列为年度最热门的初创公司之一。 当布莱恩和 b 基的员工们从新年的宿醉中清醒过来时，旧金山依旧沉浸在对比特币的热议之中。数字货币已经从2013年12月的一千一百美元高位回落，但仍然在八百美元附近反弹。相比于2013年初十三美元的售价，这一发展着实让人震惊。好在政府已经开始监管比特币。2013年11月。 一位名叫帕特里克·默克的律师在听证会上向参议院介绍了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的好处。出人意料的是，参议员们对比特币很感兴趣，甚至鼓励其流通。由于默克担任比特币基金会这一新兴组织的法律顾问，所以参加这次听证会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比特币基金会由他和其他各类比特币支持者发起。 旨在通过加密商会为中本聪创想的比特币挽回该有的商誉。不仅比特币发展势头强劲，其他加密货币也因为可以像比特币一样兑换成现实世界的货币，而有了各自的支持者。比如，币基的李启威创造的比特币衍生物莱特币，还有灵感来自柴犬滑稽表情包的狗狗币。这些加密货币虽然新奇古怪，但却等值于数千万美元的现实货币。与此同时， 杰德·麦凯莱布，这位曾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程序员，又富有远见地参与研发出瑞波币和恒星币两种多功能货币。今天，瑞波币和恒星币的总市值已经超过一百亿美元。与此同时，币基也遇到了对手。该公司的早期投资者巴里·希尔伯特成立了一家名为灰度 （Grayscale） 的公司，以信托形式出售比特币。 从而允许投资基金获得对比特币的敞口，解决了投资基金章程中禁止直接购买比特币的问题。除此之外，曾将从脸书获得的财富投资到比特币储蓄中的泰勒·温克勒沃斯和卡梅伦·温克勒沃斯这对双胞胎兄弟，又投资了一家名为 ByteInstant 的比特币交易平台初创公司。同币机一样，ByteInstant 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进入加密世界的便捷入口。 也为商家提供接受比特币支付的服务。与币基冷酷的瓦肯星银行家波莱恩不同，ByteInstant 的首席执行官是一个讨厌鬼。这位二十四岁的首席执行官身为比特币基金会的副主席，平时偏爱参加狂欢派对。二零一三年后半年，一群风险投资人剑指币基，在一家名为 Circle 的区块链应用服务平台上下了大赌注，而比特币的安全存储服务公司 Xapo。 也推出了一种易于购买加密货币的工具。即使币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对手，但这对于在2014年初正值繁荣时期的比特币而言都无足轻重。大量比特币新客户的涌入意味着馅饼正在做大，每家公司都能分一杯羹。对于币基而言，因其每次交易都能获利，所以新客户的涌入往往会带来收入增长，而且公司每月的客户量走势良好。 年增长率高达七千个百分点。同时，亚当怀特这位不知疲倦的曾经的战斗机飞行员，说服了越来越多的商家接受比特币，而比特币也不再像和供应商签约时那样晦涩难懂。在销售闪电战中，亚当还说服了包括 Overstock 购物网站、Expedia 在线旅游公司和戴尔在内的一系列巨头尝试加密货币。不久，他代表 B 机签下合同。 为火人节（ Burning Man） 每年八月在内华达州的沙漠中举行的技术迷的狂欢节提供比特币服务，增加了公司的社会威望。一份份商业合同，再加上激增的消费市场，种种迹象表明，比基在二零一四年的增长趋势本该像维恩·格雷茨基的曲棍球棒一样漂亮。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二零一四年二月初的一天。 一位名叫马克·卡佩莱斯的法国青年正忐忑不安地待在他东京的公寓里，陪在他身边的是一只叫迪巴纳的白橘色虎斑猫。卡佩莱斯不善社交，但在加密圈里却以“魔法燕尾服 ”（Magical Tux） 这一称号而闻名。这是他曾用来经营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Mt. o u n Gox 的代号。但 Mt. o u n Gox 不是卡佩莱斯创造的，而是由编码员杰德·麦凯莱布开发的。 麦凯莱布开发这一网站的初衷是为游戏万智牌集换卡牌 （MtG） o n o x 也因此得名。它的名字源于万智牌在线集换平台《Magic: The Gathering Online Exchange》的英文缩写。然而，在2011年将 MtG o n o x 出售给卡佩莱斯之前，麦凯莱布把网站改用于交换比特币，而非游戏卡牌。卡佩莱斯虽然性格腼腆，但却把 MtG o n o x 打造成了巨人般的网站。 成为比特币交易的主要平台，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汇，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比特币基金会的董事。到2013年，有70%的比特币售卖交易都在 Mt. o u n Gox 进行。但是，2014年2月的一天，卡佩莱斯的忐忑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坐在家里撸猫时，一连串电子邮件和 Reddit 的消息不断在电脑屏幕上弹出，所有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 我的钱去哪儿了？这类消息已经轰炸了好几天，一波比一波更愤怒、更坚决。卡佩莱斯知道，答案其实很简单：钱不见了，因为黑客入侵了 Mount Gox 的服务器，让客户流失了七十四万多个比特币，这在当时等价于五亿多美元。危机持续加剧，一位名叫科林·博吉斯的客户走上东京街头，接连两周举牌质问 Mount Gox。 我们的钱去哪儿了？恐慌暴增，价格暴跌。卡佩莱斯已经慌了。罗杰·维尔，这位被称为“比特币耶稣”的自由主义者，在星期五直接飞过去帮助卡佩莱斯挽救残局，但对方的反应让他大失所望。卡佩莱斯提议周末先好好放松一下，下星期一再收拾烂摊子。B 基的早期投资人巴里·希尔伯特曾接到电话，被问及他是否愿意收购 Mount Gox。 结果他拒绝了。我看他们资不抵债，所以就给联邦调查局打了电话。希尔伯特回忆道。此外，卡佩莱斯的同事也孤注一掷，他们一边疯狂地传递一份记录这场比特币灾难的备忘录，一边思考着挽救措施。但在二月二十四日，一位名叫本·达文波特的著名比特币企业家将这份文件泄露给了前银行家瑞安·塞尔基斯。 后者当时是颇有影响力的加密博客“两个比特笨蛋 t o b e t Idiot） 的博主塞尔基斯，把文件公之于众，昭告世界：Mont u g o 垮台了，连许多忠实的比特币持有者也都已经被扫地出门，繁华落幕。在旧金山，b 机的员工们眼看着这场灾难一步步发展，最后大家长舒一口气，庆幸自己做对了选择，得以躲过一劫。原来。 与许多其他比特币公司一样，b 基第一年的大部分日常交易都依赖 Mount g o x 作为比特币流动资金的来源。公司通过运算预测在给定时间内能满足客户需求的比特币数量，再从 Mount g o x 获得比特币。而且多亏了弗雷德这个曾在高盛工作的交易天才，B 基甚至建立对冲来从比特币池的价格波动中获利。这个系统在2013年运行了大半年。 直到有一天，用奥拉夫的话说，Mount Gox 开始有些不对劲了。李启威也回想起一系列警示信号，这些信号预示了那个法国人和他的猫掌管的大型交易所正在走向切尔诺贝利式的崩溃。Mount Gox 将一百万美元计入 B 机的账户，但这笔钱实际上并不属于 B 机。由于 Mount Gox 无法读取比特币区块链，所以这笔钱是凭空创造的。李启威说道。 弗雷德看出了端倪，及时把币机从 Mount Gox 的坑里拉了出来，但也不是人人都这么幸运。正如一家大银行的倒闭会给抵押品招致沉重不幸一样，Mount Gox 的崩溃也让依靠交易所流动资金的公司和成千上万的散户面临破产。比特币价格还在持续下跌，到二零一四年二月上旬，很明显能看出去年十二月一千一百美元的高价已成泡沫。 这一泡沫也破灭了，Mt. o u n Gox 的垮台将比特币的价格压到五百美元左右，而这一切只是一段漫长而痛苦的低迷期的开端。距离比特币再次以一千美元的价格出售，可能还需要数年的时间。随着价格一落千丈的，还有比特币的声誉。借助2013年的那场参议院听证会和比特币基金会的运作，数字货币的声誉有所挽回。 比特币基金会原本计划像一个普通的贸易组织一样继续运行下去，但在二零一四年，就连这个基金会也深陷丑闻，一片哗然。Mt. o u n Gox 灾难之后，卡佩莱斯辞去了基金会董事的职务，但揭露事件真相的博主塞尔基斯并不买账，他要求基金会总裁和执行主席统统下课。塞尔基斯抨击二人未能向比特币世界预警 Mt. o u n Gox 即将崩溃的消息。 指责他们与卡佩莱斯勾结，以保护个人财富。与此同时，基金会也有自己的麻烦。币基的竞争对手 b y t i n s t a n t 的首席执行官讨厌鬼查理·史瑞姆，并没有听取温克勒沃斯兄弟让他专心经营比特币业务的建议，依旧纵情于鸡尾酒会和俱乐部的享乐。然而，经营这类业务很重要的一点是遵纪守法。可惜，史瑞姆在栽跟头之前一直都忽略了这一点。 导致他旅行归来就被美国缉毒局特工拦截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受到了包括洗钱在内的诸多刑事指控。史瑞姆对较轻的指控认罪，后来在联邦监狱服刑一年多，但他只是涉及比特币的众多罪犯之一。五月，比特币基金会任命了新人来为其风光不再的队伍助力，其中就有曾经出演过迪士尼电影《野鸭变凤凰》的前童星布罗克皮尔斯。 这一决定却引发了其他成员辞职的风波。他们对皮尔斯的诸多丑闻感到震惊，尤其是前员工对其提起的诉讼，指控皮尔斯曾在他们未成年时用药品强迫他们与其发生性关系。比特币基金会在成立之初是一个比特币版的商会，但在2014年，这个基金会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招摇撞骗的流氓恶棍。早先积累起来的声誉，在经历了几次风波之后。 已经荡然无存。不仅如此，与比特币基金会拙劣的滑稽表现相比，犯罪分子利用比特币引发的动荡更是层出不穷。在二零一三年后半年，媒体报道了名为“丝绸之路”的全球毒品集市背后的主谋恐怖海盗罗伯茨落网的消息。联邦调查局的便衣特工在旧金山的一个图书馆里与这个化名罗斯乌布利希的恐怖海盗罗伯茨展开对决。 上演了好莱坞电影式的桥段。就在他合上笔记本电脑、加密所有数据的前一秒，特工抢过了笔记本电脑。电脑里记录了乌布利息庞大的犯罪帝国的许多信息，其中就有他藏匿了大量比特币的公钥和私钥。正是这些比特币，让毒品丝绸之路的运作成为可能的。这场行动也为明星检察官凯蒂·豪恩送来了另外两个备受瞩目的罪犯。 自从上司要求他打开姓名未知文件起诉比特币以来，豪恩就渐渐成了数字货币的技术专家。他不仅了解了私钥和加密技术的来龙去脉，还开始向美国国家税务局和缉毒局等其他机构的调查员讲解加密货币的工作原理。事实证明，有两名联邦特工不仅研究比特币，而且在调查丝绸之路的同时，也一直在研究如何将比特币装进自己的腰包。 其中之一是特勤局特工肖恩·布里奇斯，他抢劫了丝绸之路账户里至少一千五百个比特币，相当于八十万美元。而这笔钱本该归入美国政府。此外，缉毒局的卡尔·马克福斯的所作所为更加离谱，他不仅从丝绸之路的账户中窃取比特币，还向恐怖海盗罗伯茨售卖执法部门的虚假信息，敲诈了他一笔。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福斯还策划了一场谋杀案，将指控恐怖海盗罗伯茨伪造比特币的线人暗杀，甚至还拍下血腥照片证明线人已经惨死。然而，这个黑警在慌乱之中漏洞百出，比如他居然使用工作电脑和恐怖海盗罗伯茨沟通，又比如在布里奇斯的案子里，他告诉人们自己是处理美国政府所有比特币相关事务的关键人物。 结果这一消息引起了联邦检察官豪恩的注意，豪恩快刀斩乱麻，最终轻轻松松的就把布里奇斯和福斯双双送入监狱。这件案子也引发了有关比特币和犯罪的又一轮头条新闻。行为不端的特工被绳之以法，但这还远远不是豪恩最后一次调查比特币犯罪事件。此后不久，他牵头调查一家名为 BTCe 的比特币交易所。 这家交易所由一个神秘的俄罗斯人经营，因专为世界各地的罪犯洗钱而臭名昭著。最终在豪恩的带领下，这个交易所被一举击溃。尽管二零一三年比特币泡沫破灭之后，有关新闻往往让人揪心，但也不乏喜剧时刻。最有名的莫过于二零一四年三月，濒临倒闭的《新闻周刊》带着比特币独家新闻重返报摊，爆出猛料：他们挖到了中本聪的真实身份。 在引人注目的封面故事中，该杂志透露，比特币的创始人是一位六十四岁的日裔美国人，名叫多里安·中本聪。他一直和母亲同住在洛杉矶附近。这一消息招致一群记者在洛杉矶高速公路上围堵多里安·中本聪。随后，记者在餐厅采访多里安·中本聪时发现，眼前的这位所谓加密货币创造者，事实上根本不了解加密货币。第二天，一个停用已久的。 与真正的中本聪绑定的账户发出了一则简讯：“我不叫多里安·中本聪。”新闻周刊随即名誉扫地。除了杂志社，人人都看出这场比特币大揭秘就是一场闹剧。与此同时，一群比特币的长期支持者对不幸的多里安·中本聪表示同情，于是众筹了六十七个比特币，对其遭遇聊表抚慰。几年后，这位老人以数十万美元的价格兑换了这笔捐款。 他自己也成了比特币爱好者，并且偶尔以一种友好的心态出席加密大会。与其他比特币周边产品一样，这位老人困惑的表情被恶搞成了表情包，经常出现在推特和加密货币留言板上。《中本聪历险记》的喜剧效果缓解了比特币的严峻态势，但二零一四年中期，比特币前景依旧暗淡。暗网丝绸之路的揭露及其引发的犯罪活动带来的不仅仅是声誉打击。 更大的问题是，比特币最初是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新支付方式被提出的，但这一构想的实现却遥不可及。虽然币基和其他公司让比特币变得更易获取，但如何在现实世界中把比特币花出去仍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在大批商家接受比特币的同时，事实也越来越清晰：比特币只是一个噱头。结果证明，中本聪发明的付款方式很差劲。 因为它需要花十分钟甚至更久才能确认交易已结清。更糟的是，比特币价格波动如此之大，导致消费者的购买力会在一个下午之内下降百分之二十。在像奥拉夫这样的顽固分子努力用比特币进行支付交易时，普通消费者已经用更便捷的方式，从快速刷卡或信用卡付款，到使用 Venmo 这一新兴的点对点应用程序完成支付了。 为什么有人会用这种又慢又不可靠的比特币来付款？从使用过比特币的用户的反馈来看，人们对它成为一种包容民主的货币已经不抱任何期望了。有媒体报道，比特币用户中男性占比百分之九十六，即使比照硅谷的情况，这一比例也很高。一些加密活动以衣着暴露的女郎为特色，但这也没起到什么帮助，反而暴露出科技行业最糟糕的展台女郎文化。 比特币价格一路暴跌，经历了初夏的短暂回暖之后，二零一四年秋天，比特币价格又跌至四百美元，并且还在持续下跌。到二零一五年，其价格仅两百美元出头。比起二零一三年的峰值，比特币所流失的价值高达百分之八十。对于只有五十多名员工的币基和其他比特币信徒而言，心情已经跌到了谷底。然而，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在二零一四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 Mount g o x 倒闭十个月之后，奥拉夫在旧金山的一场聚会上，还在用手机购买比特币。他欣喜若狂地告诉朋友：“你敢相信它有多便宜吗？这个价格一旦错过，可就再也没有了。”